本王在此，谁也休想损诸神一分威严。凤凰天生火星，或许在我接触这压力之前便已被灼烧为灰烬。啊！天君，有火光往西院去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西院供奉着上古神的灵位，碧苍王也在西院。是去哪儿了？这是先进那些宠物，如此重要的地方竟不知设个结界护卫一下，而且事发这么久，他们就没有谁看见这里不对劲吗？